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Mandarin class. My name is Sisi, 我是 Sisi 老师. This is HSK 4 Chinese Intermediate Level. In this series, we will follow this textbook, HSK 4 Standard Course. Please have them ready in hand. After each unit, please do your best to read, translate the conversations and articles, and finish the exercise. For those of you already learned HSK 4 intermediate level before, this series is also good for you to recap. Today,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1, Vocabulary, Part 2. Let's start. 羡慕 To envy, to admire. 羡慕 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在羡慕你。别人 Other people 别人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你你在羡慕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在羡慕你真羡慕你 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真, really, 真 女朋友, girlfriend, 女朋友 真羡慕你 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真羡慕你 找了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爱情 Love, 爱情, it's a love between man and woman.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 羡慕, envy, 羡慕, 浪漫, romantic, 浪漫,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 很多女孩子羡慕浪漫的爱情。我想跟男朋友一起看这部爱情电影。男朋友, boyfriend, 男朋友, 不 is a married word for the movie, 电影。我想跟男朋友一起看这部爱情电影。 我想跟男朋友一起看这部爱情电影。星星, star, 星星 夏天夜里,这儿能看到很多星星 夜里, night, 夜里 能, be able to, 能 夏天夜里,这儿能看到很多星星。夏天夜里,这儿能看到很多星星。浪漫使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月亮, moon, 月亮, 时 means when. It is short for 的时候. 给, to give, 给. 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浪漫是他想要月亮时,你不会给他星星。即使, even if, 即使,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next lesson, the grammar part. 加班, to work overtime, 加班, 在这个公司工作太忙了,经常加班到零点,很多人都离开了。公司, company, 公司, 忙, busy, 忙,
零点 midnight at 0 o'clock, 零点离开 to leave, 离开在这个公司工作太忙了经常加班到零点很多人都离开了在这公司工作太忙了经常加班到零点很多人都离开了你听过996吗就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周六还要加班听过 Heard 听过上班 Go to work 上班下班 Finish work 下班周六 Saturday 周六你听过996吗？就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周六还要加班。你听过996吗？就是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周六还要加班。亮 ，to shine, to be lit， 亮。已经11:30了，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已经 ，already， 已经。办公室 ，office， 办公室。灯 ，light， 灯。已经11:30了，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已经11:30了，他的办公室还亮着灯。夏天，这儿早上4-5点，天就亮了。夏天 ，summer， 夏天。就 ，just， it is put before verb means。It's dull at 4 or 5 in the morning. In the summer, it's quite early compared with other seasons. 夏天，这儿早上4-5点，天就亮了。夏天，这儿早上4-5点，天就亮了。感动 ，to touch, to move. 感动。其实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其实 ,in fact, 其实最 ,most, 最生活 ,life, 生活简单 ,simple, 简单爱情 ,love,爱情，其实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其实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生活中简单的爱情。很多人都被这部电影感动的哭了。被 sentence expressing the passive voice.被 Boo is a male word for movie and the complement of state the 哭 to cry 哭很多人都被这部电影感动的哭了很多人都被这部电影感动的哭了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俩 ,two, both, 俩故事 ,story, 故事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
他们俩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自然 Naturally, certainly, 自然。说到结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说到 When it comes to, 说到。想起 To recall, think of, 想起。爱情 Love,爱情。说到结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说到结婚，人们会很自然地想起爱情。你先别问，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先 ，first， 先问。Ask, 问，到时候 ,when the time comes, 到时候，明白 ,to understand, 明白。你先别问，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你先别问，到时候自然就明白了。自然 can also mean nature. 我们要亲近大自然，保护大自然。亲近 to be close to, 亲近。保护 to protect, 保护。我们要亲近大自然，保护大自然。我们要亲近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不太好，都是高楼，没有什么公园和绿地。城市 City 城市。环境 Environment 环境。高楼 Tall buildings 高楼。绿地 Green land Green areas绿地。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不太好，都是高楼，没有什么公园和绿地。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不太好，都是高楼，没有什么公园和绿地。原因 Reason 原因。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决定 decision, 决定。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分手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分手 ,to break up, 分手。主要 ,mainly, 主要。共同 ,common, 共同。兴趣 ,interest, 兴趣。爱好 ,hobby,爱好。他们分手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他们分手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数学考试没考好，不要哭。自己先找找原因，或者去跟老师聊聊。数学 ,math, 数学。考试 ,exam, test, 考试。哭 ,to cry, 哭。
先 first, 先找 to look for, 找或者 or, 或者聊 to chat, to talk, 聊数学考试没考好不要哭自己先找找原因或者去跟老师聊聊。数学考试没考好不要哭自己先找找原因或者去跟老师聊聊。互相 mutually, 互相。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起来。眼 eyes, 眼看了一眼 has a glance of, has a quick look, 看了一眼。笑 to smile, 笑。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起来。我们俩互相看了一眼都笑了起来。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生活 to live, 生活应该 should, 应该关心 to care for, 关心理解 to understand, 理解帮助 to help, 帮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吸引 to attract, 吸引。你觉得你的爱人哪方面最吸引你？爱人 lover, 爱人。方面 aspect, 方面。你觉得你的爱人哪方面最吸引你？你觉得你的爱人哪方面最吸引你？孩子们被老师的故事吸引了，他们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听故事。孩子们 kids, 孩子们故事 story,故事安静 be quiet 安静椅子 chair 椅子孩子们被老师的故事吸引了他们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听故事孩子们被老师的故事吸引了他们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听故事。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游客。特别 particularly, 特别漂亮 pretty, beautiful, 漂亮国内外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国内外游客 visitors 游客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游客那个地方特别漂亮每年都会吸引很多国内外的游客幽默Humorous, 幽默。
我对他印象很深，他说话幽默，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的注意。印象 impression， 印象。说话 to speak， 说话。吸引 to attract， 吸引。注意 attention， 注意。我对他印象很深，他说话幽默，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的注意。我对他印象很深，他说话幽默，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的注意。这本小说语言非常幽默，里面的故事也很有意思。小说 novel， 小说。语言 language， 语言。故事 story， 故事。有意思 interesting， 有意思。这本小说语言非常幽默，里面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这本小说语言非常幽默，里面的故事也很有意思。脾气 temper disposition， 脾气。这个孩子常常对父母发脾气。常常 often， 常常。父母 parents， 父母。发脾气 to lose his temper or go into a temper， 发脾气。这个孩子常常对父母发脾气。这个孩子常常对父母发脾气。我跟我丈夫结婚到现在，他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丈夫 husband， 丈夫。从来没 never， 从来没。我跟我丈夫结婚到现在，他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我跟我丈夫结婚到现在，他从来没跟我发过脾气。这个人虽然脾气有点大，但是工作很认真。脾气大 means bad tempered, grumpy， 脾气大。认真 earnest, hard， 认真。这个人虽然脾气有点大，但是工作很认真。这个人虽然脾气有点大，但是工作很认真。一个人脾气的好坏，跟他的家人和朋友有很大的关系。坏 bad， 坏。家人Family members， 家人。关系 relation， 关系。一个人脾气的好坏，跟他的家人和朋友有很大的关系。一个人脾气的好坏，跟他的家人和朋友有很大的关系。That's all for today's lesson. Next lesson, we will continue to Lesson 1, Grammar Section, Part 2.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let me know. Please subscribe if you like my videos. As a reminder, you can also find HSK1, HSK2, and HSK3 theories in the playlist on my channel.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is video. 我是 Sisi 老师. See you very soon in next lesson. 谢谢,再见,拜拜!